这四个选项包括了古拉斯撇不伦只随护吃要梦游示爱，还有沈不央促尽快公布罗志正录音党真伪，以及 We Care 称高雄淹水是国民党没做事。好，那么目前觉得最扯的是，在聊天室的观众有将近五成，49%人认为 We Care 称高雄淹水都是国民党没做事。林涛，什么？如果说是国民党没做事，那接下来的执政县市，这个台南市民、高雄市民跟屏东县民看清楚了，就给国民党执政吧，因为国民党很想做事。那如果国民党执政之后还会有这么大的灾害，你再来攻击国民党没有问题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谁负责谁这个执政，谁来承担整个的成果嘛。那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奇怪，就说所有的侧翼当时候是什么检验韩国瑜淹水的时候，包括去笑他去看下水道，哎，下水道清淤，这个是能够水在这个快速的状况下能够排除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，那是我们讲的看不到的建设，看不到建设跟看不到的维护，这才是整个城市要维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最重要的元素嘛。可是当时候是你们这些团体怎么笑韩国瑜，笑他说做这件事情是作秀，那可是现在咧，现在陈其迈淹水淹这么严重，你们有任何一个人去提醒高雄市政府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吗？没有啊，这才是最奇怪的嘛。你说柯志恩其实在第一时间他早就已经宣布了，他是去参加台欧台捷的这个友谊会，而且他也把他的团队紧急的跟大家做一个选服的活动，选服的这种服务，把所有的选服的团队全部待命去勘灾，去这个把所有的讯息去做一个这个局处的这种传递，或是中央能够协助的请中央单位一定要协助，这些是我们在野党的立委，一个部分区立委他当然是做得到的部分，而且他也实际在做，可是建设是谁建设的？是你中央八年，现在加上赖清德执政，然后中央给了1200亿的前瞻预算，加上80亿的治水预算，三期是给你高雄，然后高雄你过去到现在中央到地方全部你们都是绿的，都是民进党籍的，那你现在要管柯志恩管什么？他能够管到这些建设吗？他可以管这个建设的检验跟这个选服服务的马上及时回应，这两件事情他都有做到啊，那你们又做到什么？更夸张的是黄捷，为什么？因为黄捷他是区域立委，所有的民进党他们要争市长的人赶快去勘灾，什么这根本就不敢离开他的选区，可是他们七个过去在打韩国瑜都没有黄捷一个人翻白眼的夸张，那你过去黄捷你这样翻白眼去打韩国瑜，就偏偏你就是那一个没有在勘灾的人，那你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标准检验你？当然可以啊。那最夸张的是第一时间所有的委员都承认，在出国的就讲说是什么公务行程，然后你在选区的就赶快去勘灾，可就只有你讲不出是公务，讲不出去玩，然后到底你在说什么什么？我们团队，你当现在社群的人是白痴吗？看你写我们团队就知道你不在嘛。你这么爱摆拍的人，怎么可能第一时间没去摆拍？所以你既没有第一时间承认你在哪里，因为市民想要知道你在哪里，他想要依赖你，他想要去打电话给你，他想要给你这个相关的就是说澄清。结果呢，连媒体打给你都转语音信箱，所以你就消失了，人间蒸发，在第一时间那一天12个小时内，这个12到24小时内，你是人间蒸发，然后你讲不清楚，你是公务就讲公务，你去玩，然后你又没有勇气承认你是出国，然后到现在哦 ，so far 到现在为止，全世界都不知道你去了哪一个国家，然后你去干嘛？就你到底去干嘛？你遮遮掩掩，让人家觉得哎。好想知道你去干嘛？如果是公务，应该可以讲吧？那如果不是公务，那所以他不讲，应该就不是公务吧？对，那不是公务。好，那你为什么要这么遮掩？是不是你跟任何一个人去，跟谁去，然后你不讲？没有，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检验嘛。是不是有内幕？是不是？他必须要讲清楚，因为是你遮遮掩掩，大家才问。如果你大方承认，都没有问题。好，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层次的检验。第二个层次是说。就算你不想要讲，我休会期间我要出国，我不想交代，没有问题，你回来啊！如果你是在东亚国家，你的市民都在呼唤你的时候了，为什么你可以不回来？哎，卢秀燕不是第一时间回国吗？被你骂得超惨的，那时候台中还没有灾情哦，他买机票回国被你骂得超惨，然后你不回来的，
不要骂，这是双标嘛，政治的双标仔就是你黄捷嘛。所以为什么这一次我就有黄捷踢到铁板，因为是他的选区的选民正在受害，他没有关心他的选区，所以这不是议题的攻防，也不是意识形态，就是很真真实实的民意代表，市民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。所以为什么他会出来在两天后出来道歉，因为重伤了，因为而且总统都去了，对，总统都去，你也不在，然后就只有你没有陪。然后刚才我听看到有人评论说，赖清德一定是说，哇，这个年轻人刚选上啊，正在严重的时候，你拜托你也赶快回来好不好？你可以晚一点回来，可你真的要去调整你的行程回来，结果不是，你是两天后然后才回来，回来第一时间做什么？摆拍。你知道我去看他的脸书，我不晓得媒体后来引述的那张照片是从他的脸书出来，还是他发给媒体宽，还是媒体自己去拍的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有一张他跟国军拍照的，后来在他脸书找不到。如果是那一张是媒体拍了，我没有意见。那媒体拍了就是媒体使用。如果这张照片原本是在你脸书，结果媒体写出来，你后来在你脸书把他跟国军的脸书的这张照片撤下来，你是不是心虚了？你也知道一回来不应该要摆拍，你还跑去跟国军摆拍，影响到国军的救灾的速度，就是为了你要这个洗白你自己，然后赶快去拍这张照片。你觉得大家会就觉得是怎么样？交代不清，不马上回来，回来又干扰救灾，还盗里长的图，超生气的。人家里长去拍照，那是里长的 credit， 你怎么可以盗里长的图呢？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城市都显得 we care 跟黄捷是政治的双标仔。过去怎么检验韩国瑜，现在你有种怎么检验陈其迈吗？看不到。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，其实是气色好，肌肤保湿做得好，气色自然漂亮。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，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，类似于玻尿酸，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，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，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，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。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，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。